主演的新片《泰山功夫》不久前刚刚首映，相信通过这部影片，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。泰山脚下，青年刘文虎身手了得，他四处设擂，一心要成为天下第一的高手。看起来刘文虎似乎是打遍泰山无敌手了，不过山外有山，真正的高手就要出场了。在刘文虎打擂的台下，有一个青年正凝神观看。别看他相貌温和，行事低调，实际上人家可是武林高手。这个青年名叫石小义，他是雕刻石狮的工匠，在常年的劳作中，他琢磨出一种独特的功夫。石小义和刘文虎这两位泰山脚下的功夫高手，如果来一场对决，该是谁胜谁负呢？绸缎庄千金林心怡爱好武术，她喜欢上了朴实善良的石小义，而刘文虎也对林心怡情有独钟。为了守护各自的爱情，两位高手在擂台上展开了对决。此时在一旁观战的老僧讲出一番话，点明了中国武术的最高境界。他的功夫像一汪清水，而文虎的功夫却像块石头，看似坚硬，但遇到了水便会被融化起舞。最高的境界是包容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文虎被打败了，他也认识到自己在武学上的缺陷。不，刘文虎有辱泰山武林的尊严。而石小义和林心怡这对恋人则终成眷属，迎来了美好的明天。